好来啊，各位朋友啊，问题国台唱大家讲还蛮好，所以问题也未使，那未使坐成以前呢，问题国台热心欢迎咱继续进来参加咱个一个坐成个课啦。所以问题真正感恩咱大家，真正慈悲啊，发出咱慈悲心，带来支持咱个一个坐成个课，带伫这边继续行落去啦。所以帮助咱一个支持所团队工作呢，会谈到上好个保庇，保庇到咱永远活伫一个快乐个生活中。做今日咱个员个关系好个，咱白白来这边做一个个关键个好事啦。所以咱在讲坐禅呢，在伫厝内呢是无简单啦。但是咱靠咱家己个这个一人在伫厝内坐呢，可能咱爱坐正痛苦啦，可能咱袂坐到正久。所以白露呢，咱在伫这边呢，咱就用大家个力啦，哦，咱来白白来这边坐禅。所以望讲通过大家个力来支持着咱这个好事个做家可以较久淡薄啦。因为咱每一个人在讲咱爱坐禅呢，是愈嗰个点声愈长愈好个，如果是会坐真正久个点声，愈会定来就会起来。如果干坐五分钟、十五分钟啊，你无够个，哦，愈会定来袂起来，愈会精神袂起来。所以坐禅第一重要是爱长个点声，愈长愈好咯。就算你看人坐禅坐到真正成功个啦，哦，人会坐几若点钟个，也就是种伊人会禅真正好咯。所以通过安尼款个训练呢，咱个控制咱个心，较袂会杂想嘛。OK， 所以在这边呢，问题有。顶礼拜有向大家解释讲，咱在伫坐禅个点声呢，咱有两种个坐法啦。所以头一种个就是坐伫涂骹咯，即个是观如舒格啦。OK， 所以人感觉就讲，咱观是坐伫坐涂骹来讲，你路人会使家己个路会 match 啊，或者啥物叫咩，或者搓手啊，或者是或者俯身啊，你家己个来啦。OK， 你若是爱舒格坐涂骹个，所以你在伫坐涂骹点声呢，在伫问题所解释就是讲，你舒格安怎坐？哦，你会牵做放手，安做放分袂要紧个。第一重要是，你伫坐点上，你规个身躯爱放互伊轻松尔，爱会记规个身躯，干了爱互伊轻松尔。所以你个手啊、脚手安做放分无重要个 ，OK？ 所以你第一重要，其中一物件，你爱注意就是讲，你个即身躯直直爱互伊直，哦，直直爱互伊直，点着爱注意互伊直 ，OK？ 所以即个就是，正正坐禅呢，就是讲，我上个头一个。靠一个效应，一个像个这个逻辑卡呢，读起来，这个咱不是安尼款坐禅个了，所以咱无太多做到个。哦，这个可能爱当家可能咱规期是有修加点，或其实咱个有太多。如果是爱坐家安尼款呢，愈爱训练真坎坷，愈爱食真苦个，嗰个 experience 啦。哦，所以这个不是咱坐禅了，特别第一重要，愈坐不乱做坐不好。哦，你就爱互你个身躯直就对了 ，OK？ 所以咱来这边呢，爱会记咱爱做个工课，就是控制咱个心，干呐注意一个目标尔 ，OK？ 爱会记，坐禅你常常有一个目标，这就是第一基本目标，你家己爱记，你家己爱真正清楚，你伫坐禅个，伫坐禅个点上，你第一基本个目标是啥物？啊，你若是知讲你个坐禅目基本个目标是啥物呢？你常常爱去控制你个心，就是去注意你个目标尔。OK， 所以这个就是通过那个训练，你个心个起来，啊，你定来个起来 ，OK。所以明天顶礼拜有同大家讲过了，哦，阮伫坐交椅点声呢，我人不是啥，哦，爱坐会助念，爱坐会助念，若是卖碗壁更加好啦，哦，若是咱个白脚卖碗交椅壁就正好啦，哦，但是若是哦有咧有火声了，伊会腰较弯个有力了，特别你爱碗来讲呢。你撒较晚淡薄，你莫较离开，因为你较离开时，你坐是你会弯啊，你会弯啊 ，OK， 你会弯，所以这个对咱的腰椎无好个，伊会伤到可能咱的肋骨咯，哦，所以这你人会记 ，OK， 尤其是咱有去声了哦，咱的这个身躯你爱靠淡薄，自身的中间你莫会跳会跌，所以你弯较晚淡薄，我讲来讲你袂弯嘛，你看你弯到边啊，弯来到一边时，你嘛跌跌的。所以你有通十八咯，吼，有通十八。所以你无论做坐骨好啊，你个身躯袂讲弯，袂讲安做弯咯，伊真好十八条啦。因为你个身躯若是弯来讲啊，了你个肾呢，哦，会袂讲啊真清楚个。所以你爱互伊直哦。因为咱个身躯直个点啥，咱会即气啊，互伊行了较顺。咱个气啊，咱会即血哦，伊刺激力较好势。所以咱会即气，咱会即血哦，伊刺激力啊，刺激力就是循环啦，就伫咱个白体内面呢。安尼，伊就袂阻碍到咱坐禅啊，会一边听一边听，一边有问题，或者有问题袂，你身躯会直直，伊会气行了顺，伊会血行了顺呢，难免你个身躯就袂着有问题咯。OK， 所以这就是咱坐禅要注意。OK， 所以你在伫厝内平时爱训练坐，所以坐禅个点只莫强调个，因为你强调个时啊，伊
你感觉到你会较直率安尼啦，吼，伊伊是一种个阻碍。所以咱自身个点点就是讲，莫有物件阻乱到咱身躯个。因为你若是穿鞋时，哦，你感觉到迄个鞋会缩掉，你变甲你会莫哦，会踮咧走去迄个目标去度。所以变甲你爱关注个目标，你袂关注个。所以咱爱放甲了物件，你无爱有阻碍。了，你人来这边自身个点点，哦，你人穿个裤啊，还是衫，平时爱穿会较冷淡薄。OK， 侬拔个裤头啊，一个表啊，吼，莫拔小汗。因为你拔小汗时，你一个生意时，你会感觉到，你会莫袂去注意，你一个喘气，一点点爱大滴这边做注意，因为你的感觉较明嘛。咱会莫就是，咱会心情奇怪的，有啥物目标较明的，伊就是去注意迄个目标的。哦，所以你就是莫互家了的物件做解掉，吼、哦，你会一个身躯，所以你家了的穿的衫裤，家了爱绑领的。家了会偷，若是会偷物件，更加好啦。吼、哦，你若是无偷物件，伊本是会作乱的。因为咱的心嘛，若是坐到较沉的时啊，真正心是特别，伊会变到真正敏感的。所以无论啥物物件，触到咱的身躯时，咱会 feel 到迄个感觉的。所以变到你爱注意的目标，伊就愈不用太了注意。因为比如讲我点物件来讲，所以我会感觉这边有 feeling 的啊，这边有 feeling 的吗？哦，这边有 feeling 的吗？所以，若是自己先是你无透视，你会莫会干那注意这边了，你点点去注意这边伊感觉嘛？因为你会莫真正突然去注意这感觉的。哦，你若是穿 mask 是上个，你穿 mask 时啊，哦，你本来就做乱的，所以你无太了关注你的这个第一基本的目标真正清楚咯。哦，这就是看你人。哦，问题是要你知啦。所以，但是你未讲控制着你先去注意这个目标。尤其是你一边目标，你无材料控制，也得有其他目标去做乱你的，所以你就爱看啥物目标去做乱你咯。OK， 所以问题顶礼拜有讲，就讲问题无讲啊，爱别路人讲，也得爱对问题一个方法来修咯。所以我那就是平时路人已经修惯习了哦，所以路人会使用多对路人的方法啦。OK， 你咪对着问题的这个方法，问题的这个方法呢是予路人唔捌修过的。哦，咧 beginner 啦，哦，初学者唔捌修鬼仙呢，所以就 try 用曼德一个方法咯 ，try 用曼德个方法。哦，如果是关系上，可能有人拜去 MMC 拜对位，伊人修这光八道旁边嘛，所以如果是关系用这个 method 呢，这个方法，你本继续用这个 method， 你卖换，因为你爱换目标是无安尼简单哩。如果是关系去用这个目标，啊，关这个目标呢，哦，你就是关系可以关系起来。你若是爱换来讲，你可能你会着夹焦咯，你会着乱咯，哦，所以你莫用。你看你平时点啥，你用个咩方法，你用到底了，慢点一个方法哦。你人无关系个，唔捌做过，你用这个方法看，哦，用慢点个方法，你就 try 啦 ，OK。所以你来咱来 start 这些了，所以咱来帮轻松咱个人辛苦啊，帮来要帮来轻松。所以大家咱爱会做生意点啥呢？我人爱会记一项，哦，咱就爱扫描就是爱 scan 啦 ，scan 我。跟咱个即身躯，就是讲，万滴练讲啊头顶放轻松，你万滴练头顶放轻松时啊，你心爱去注意你头顶，所以你心爱对条练讲头顶放轻松，你若是有 mindfulness， 你会感觉就讲，万滴练讲放轻松时，头顶放轻松，你会看到你头顶一凌者，一松者个，你若是感觉就安尼款个feeling 个凌者，就讲你头顶已经互你关啊放轻松去，哦，所以一步安尼关。关了身躯，放下轻松了，你家来慢慢 control 的，你的心来注意咱的这个喘气 ，OK？ 啊，所以咱来 start， 把你咱来 start， 所以咱来白来放下咱的身躯，放下轻松，放下提升。咱下手不能做放松表筋，咱的把手砍，轻轻的砍啊，或自然砍，免讲砍到真正硬哩，哦，自然砍。所以把你呢，咱来关咱的这个头顶，所以咱的头顶放下轻松，头顶放下轻松。那目睭放下轻松，那鼻腔放下轻松，规个面放下轻松，规个头放下轻松，规个左手放下轻松，规个正手放下轻松，心肝头放下轻松，在巴肚放下轻松。规个肚脚放下轻松，规个正脚放下轻松，规个身躯放下轻松，规个身躯放下轻松，咱的腰放下直，
把路给咱的心去注意，咱的喘气有一点声心念有，做一点声心念一，有一点声心念有，做一点声心念二，有一点声心念有，做一点声心念三，有一点声心念有。做一点声心念四，有一点声心念九，做一点声心念五，有一点声心念六，做一点声心念六，有一点声心念九，做一点声心念七。有一点声心念九，做一点声心念八，有一点声心念九，做一点声心念九，有一点声心念九，做一点声心念十，有一点声心念九。做一点声心念九，有一点声心念九，做一点声心念八，有一点声心念九，做一点声心念七，有一点声心念九，做一点声心念啦，啊，继续关落去。好，慢慢叮当那个身躯，叮当那个手，阿摩咱个手，摩擦咱个手，阿摩咱个头，阿摩咱个目睭。OK， 门的讲话一乱在给，考就乱，有几点进步了。所以大家时间在那边呢，无发流浪的这身躯的游来游去，所以这个就是咱这先头一关已经过了 ，OK？ 头一关咱爱过的就是讲，咱有材料这中间咱的身躯无游来游去的，所以万得有注意就讲，咱大家头摆有这点啥呢？无讲有游来游去啦 ，OK？ 尤其是咱这条交易呢是减掉真正这阻碍。因为咱坐交椅，点像呢，咱袂免讲去面对脚麻啊、脚腰酸啊，哦，真正一个问题，拢免去面对。所以咱会用安尼款个方法来修来讲呢，是予咱个身躯较舒服淡薄啦。因为咱坐身体重要是爱先予咱个身躯产生舒服个感觉，个舒服个感觉啦。OK， 所以咱产生安尼款个即个无身躯个阻碍了后呢，所以第二项咱爱做就是爱。尽咱个大力去训练咱个即个心去注意即个目标尔，所以即个是真正坎坷咯。但是咱袂使讲，因为伊坎坷，咱入目标，咱讲哎呀，安尼坎坷，咱唔爱做了。即个是爱经过点声，爱去训练了，愈慢慢会感觉，就讲愈会唔爱哦，愈会即个心咪会安尼愈宽阔，了愈会看就讲哎，愈会心会真正乖，会互愈控制去注意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讲注意我的喘气咯，所以这个就是咱爱训练的咯 ，OK？ 所以咱爱
爱训练到到尾的坎站，就是讲，你的心干那存一个目标尔。所以你爱有一个立马那的境界，到尾呢，就是你的心呢爱有一条大致一个目标，了大致变你的石头有立马那的境界。所以，但是咱无一条训练，咱的心去 control， 注意一个目标来讲呢，安尼咱爱有立马那的境界是不可能的。所以，伊女人已经有安尼款的经验，已经行出一步了，所以女人卖放掉，因为这个是真正好的一个好事，咱去做。所以，这个好事，咱若是规力去做，咱有影有自信，咱会跳脱离这个生死轮回。其实，安尼古来一路来，咱无太跳脱离生死轮回，搁进到这个三沙拉内面。就是咱无做到一个好事的事，所以咱无一个本钱。虽然是讲咱唔知影，咱只是咱会谈到一个了生死境界是未谈呢，一个咱暂时卖去想一想。哦，咱先做好咱的责任，去做一个好事，所以咱慢慢去修一个本钱，一直修久了，然后咱的本钱够来讲，所以咱就一头会脱离生死轮回。所以大地这边，问题所爱，让大家知讲，咱若是伫关这个基本目标的点啥呢？若是咱的心无太了讲，会调整了久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咱修无够过，咱训练无够，咱的这个关系心爱培阿培浮起来过。所以到安尼款的抗战点啥？哦，问题爱女人，特别爱，女的心特别爱念，爱念 ，OK？ 咱毋是念出声，是拿咱的心去念。去念安怎念呢？就是讲头慢慢地有解，就是讲咱拿咱的心，咱的心去感觉这喘气有。所以咱拿咱的心感觉这喘气有一点声，所以你有 feel 到讲我哋喘气有有的时，你点声你念有。你爱你的这默念咯，你的心去念了有的时呢？所以，你得爱在讲这个创规有的时，你才来念。所以，头仔顶个白万的有讲，我人伫安尼款去修的时呢，咱唔是拿这个话、这个语言、这个灵魂来控制咱的创规，咱是拿这个创规来对调咱的创规又唱出。因为这个创规呢又唱出呢是自然的物件来，是一时真正自然的。所以，我人就爱控制我人的心去对调。这个自然的环，怀自然有自然出呀，咱别使去控制伊。那是咱去节省的点啥？咱那是感觉就讲咱的心肝头真正硬呐，还是咱的头真正硬呐？安尼你就是你的方法就错了。你那是有感觉就安尼款的硬呐，心肝头硬还是头硬呐？哦，你就是讲你去控制你的冲击，你爱 go against 这个自然的物件了。如果是拿咱的，那是咱拿咱的心对调这自然的物件呢，你会感觉到，你的整个身躯越来越轻松的，因为你无压力嘛，你无让你的这个心身躯产生你的心有压力，你干那对调伊自然的物件去行尔，了你慢慢直直放，放灵，了慢慢你会看到，新鲜的时，你伫坐时，你会感觉到讲你的喘气呢会较紧淡薄，会较紧哩，因为啥物事，你伫装来装去装贵伊要嘛。哦，所以你坐来爱会坐落去，你爱让你的心坐沉落来，你是爱沉啥的？你啥物事阿未坐醒的时呢？慢点爱女人念经，因为这个念经呢是本是其中一种的修行的方法，特别伊是较粗的，伊是较粗的，用这种的粗的方法呢来让咱的心哦多点来啊，这个沉啥，慢会走来走去，所以咱也。差不多他妈有20多分钟的经，点下来念这个经，所以咱直直念，所以变到咱的脉呢，我差不多安尼乱上，伊较掂了，所以咱的脉较掂了，所以咱国家去坐禅的时，伊较好坐，较好坐。你若是无相信讲，你若是无相信啦，哦，你装鬼伊，装鬼伊，你马上你去坐禅话，你袂坐，因为你脉伫练嘛，上个方式伫练，啥物你空停的时，伊不过马上停的嘛。也淡薄点声，慢慢练，慢慢停下来。咱的心不是安，不是安尼款的。所以，你若是真用着伊的方法来 control 咱的，莫去注意这个目标的时呢，
路帮忙会看，就讲路的这个窗开呢，滴滴来滴滴办呢，滴滴来滴滴办呢。了，路会感觉就讲，我到这个坎站的点声呢，路的身躯啊，真正轻松的，真正轻松的。到这个坎站时，路会感觉就路的身躯愈来愈轻，愈来愈轻的。了，愈来愈轻的点声呢，路家己会注意，就讲路的窗开滴滴来滴滴轻，滴滴来滴滴轻，了，一个慢慢的。所以，路免紧张的，路免讲着就讲，哦，我念一九走走到伊，路爱行爱行，来行几日一九走走到伊呢？来爱行几日？是哦，咱毋是爱去追求这个目标嘛？是哦，所以咱免去讲爱念几道，免的，自然自然会有这就有这。OK， 路哦，路会买，我会慢慢点落来，了路爱去注意看，路会这创会伊慢慢慢慢办落来。了到这个坎站的点声，如若是你的这行力不够，你的这个精力不够时候，你爱关注穿鞋呢，都是正看过看了的。可能你会感觉就讲，伊上无穿鞋，其实伊有，但伊轻，伊油。你爱有真正好的 mindfulness， 我个感觉就讲伊有出的。所以你卖紧张，到这个坎站时，你看无时，你免去紧张的。特别第一种要讲，你 continue， 你继续。你继续，你会卖可以离开你这个身躯，卖可以离开这个身躯。你平时照观、照注意这个窗户，伊有看观会到观观呢？这个观的意思，唔是讲让咱目睭去看，观的意思是讲让咱的心去感觉到这个窗户有存在。因为咱在讲窗户时，你无材料看到的，让咱这个目睭看袂到的，哦，让咱的心观看袂到的，干那的，让咱的心去感觉到伊有存在。所以这个是。较油物件咯，所以你就爱有这个耐心，爱有这个信心，你慢慢训练。所以你若是直直训练时呢，你到这个坎站时啊，你感觉就话，你规个脉啊，规个神经时啊，规个感觉啊，你就要舒解了喂。你说一句人个秘书蛮舒解之前，应该一步谈到个感觉以爱的。较侪谈到讲，哎呦，杂想侪啊，爱困啊，乱啊，一烦啊，一烦。你说这种的人啊，伊画面最鲜呢。但是你若是归来训练呢，这种也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 process 哦，也是一个 process。因为这个物件是无常的，也是无常的物件。所以每一个人哦，常常爱去修这个善的时呢，你特别爱经过这个阻碍的。所以到底咱自身的点啥呢？哦，你今日会来到这边呢？哦，来做这个好事呢？了，你坐落去时呢？你有两种第一大阻碍呢？头一个就是你的 worldly mind， 就是你的杂想，杂想是咱每一个人身上爱去做这个好事时呢，是第一大阻碍的。所以是直接 block 咱的，但是咱袂使 give up。哈密说，我人爱路人来这边。白白烧，因为咱有 group practice，group practice 哦，这种的力真正大，哦，通过大家帮忙来，你助我，用我助你，因所变个你才叫 overcome 这个阻碍咯。所以你若是无安尼款来到这边参加咱的这个提升的课呢，你家己大滴出来，你我相信啦，十年后啦，你恐怕才叫一点钟的，万得看真正这个要十年烧十年啊，一点钟恐怕才叫这大滴出来，阿咪说。无好个语言，家己无太着控制，好啊，咱家己知嘛。到底出来你才着坐一点钟哦，那一礼拜几了嘛？这是第二礼拜了，看后礼拜，咱们在讲到底出来才着坐一礼拜，你嘛在讲你厉害。特别这就是看咱家己哦，所有人唔爱讲，干那来这边，你再讲咱这边个课呢是两礼拜是到年，所以真正来讲，你若是到底出来啦，你无做 homework 啊，哦。你一个善呢，袂去甲真正管呢，而你淡薄做啦，所以大滴出来本是爱做功课的。所以你来到，你若是大滴出来有做功课呢，所以你来这边做，来坐先一点钟，哦，一点钟内边，你会感觉就讲这个点钟是真正歹过哦，还是真正硬过哦？头摆你人家己感觉到，大滴头摆你坐先一点钟，头摆一点钟啦。你会感觉，就讲哇，这个点声上到哇，唔知又久啊，又久上未过安尼。有啊，你若是有感觉就安尼讲，就讲你的心啊，还未够个。你训练无够，你得要多出来食蛇，你无做功课，一所以你来这边，你就学艰苦。上到我人关系济啊，上到我人已经常常有白的是，一点钟对我人讲是无够的，因为无够的，咱看白就济尔，一点钟是有。
吼，愈愈侪钱，愈愈会愈侪甲更加好诶点啥哦？有影愈感觉着一点钟、五点钟啊，是无够侪，无够侪。因为咱愈直直坐、直直踮诶时哦，愈会歹无想诶时啊，无总定坐十上伫做乱时啊，愈爱坐、直爱坐哦，所以愈歹起来诶咯，愈想讲歹起来诶咯。啊，即个就是坐钱哦，就是愈爱训练愈会知诶。所以到到等到有钱愈坐坐坐诶时，愈会知讲哇，原来坐钱安尼。咱讲happy 啊，会 joy， 实际个 joy 毋是讲你有讲真正坐家伙，有真正坐物件，有真正坐 follower support， 你有咧真正坐物件食，即种个欢喜，参女人世间谈到咧欢喜无相个。所以即种个欢喜来自女个心较定，咱叫做长夜，长夜 joy of meditation。所以你会买无去相当相西，你会买无去相即个，无去执着个呢？即种是其中一个 joy 个迄种。是其中一种的快乐，咱谈到哟。这种的快乐有累买无的咯，你就要通过你直直训练修行，你才会谈到。你算什么事？大抵咱看到真正一人，一人要修行的人，哦，包括在家人也好，还是出家人也好，包括大抵佛经，咱看到有呾呾的，点啥真正一个人修行，人家了要坐禅啊。坐到未来，你看伊一人输甲一人的，特别你莫看伊真正无理。你莫看，哎呦，一个哈秘书，一个人安怎伦理啊、无理啊，其实你毋知伊的怨有大，伊的快乐，比如参一百人在滴哈哈流血、啉酒含麻布，哦，伊的快乐，伊谈到快乐不如安尼快乐。了，伊一种的快乐啊，伊谈到一种的境界啊，伊死是稳稳伊着起好的所在。哦，所以一个就是你家己慢慢修，你家己在，了说你爱归来。爱归来，哦，所以你坐禅的点啥呢？其中一个阻碍是杂路呢，是真正正常的，就是乱想，乱想，这是第一大阻碍咯。那另外一种的阻碍就是坐了爱困啊，爱困啊，特别我看头马车无人困安尼啦，哦，啊，你唔知有人困还是无困，我们在奔波去追，慢点看家己啊，唔咪去看有人困啊，哦，慢点本身照用爱烧嘛，看有人无用的，别贪那咪物件的。我家己的修行较好，哦，所以两项的阻碍，你爱会去想、参、困，所以你就要慢慢去突破伊，你就要 overcome 伊。所以，如果若是 overcome 这两种的阻碍呢，了，你会先直直去、直直去、直直去，听到无？所以归来淡薄，啊，归来淡薄，到底出来做淡薄风味，卖了你会点正，卖点正去，了你会点正去包看一边，看咧去看人笑看，啥物啥物，卖去点淡薄，点淡薄，点正去看唔三唔四的物件，也来坐禅，较好。哦，坐禅有互你谈到真正大功德 ，OK， 卖了你人会点正，哦，所以归来啦 ，OK， 所以问题就。啊，甲通到一边啦，所以问题伊办公大抵乱坐省的内面，大抵乱去坐省的点啥呢？哦，女人有啥物阻碍？女人一头来找问题，女人若是莫找问题，你会使敲电找问题，问题会暗示你的问题啦。OK， 啊，有问题就爱找我人有 experience 的人来参与解决，你莫家己在遐钻牛角尖，家己去相当相在。哦，安尼对你会做，对你是会无帮助的。你所以坐禅就是爱有信心甲调你，哦，有问题加加来问，莫尽量少讲，万底会骂人 ，OK？ 万底袂骂人。啊，你正正你来问，万底关于修行的物件，你万底直接是互你安说的，直接是到家处理的。哦，除了莫讲三唔三唔是物件啦，万底就会骂你啦。哦，你正正讲着关于你修行啊。哦，自身方面有啥物问题啊？你是爱了解啊？你无清楚，你按啥物检查，你来找问题 ，OK？ 所以问题就讲到这边啦。所以，希望讲咱归来 ，OK？ 唔系叫阿华一个好事，啊 ？OK？ 嗯。唔系淡薄做解讲，哎呀，坎坷 ，OK？所以，明天后让大家再讲，后礼拜四呢，我人这个坐禅就无了咯，哦，后礼拜四咱再各队来讲经啦 ，OK？ 所以这个是汝人大家经的啦，哦，一礼拜坐禅，一礼拜讲听经 ，OK？ 所以后礼拜四咱换滴听经啊 ，OK？ 所以未后咱未念回向经以前呢，明天先后让大家再讲，到底后礼拜啦，就是十一月啦。三号参十号啦，就是头一个农历啊，头一个咱第二个拜四呢，所以咱就无这个讲经的课，参坐禅的课啦。
因为到底十一月二号呢，曼迪就坐团去尼泊啦，我下晡餐去了，曼迪就出门了。所以等下十一号早起九点半，甲对到平岭咯。所以到底头一日两日，头一日占第二日拜四，我能暂时补课咯。所以咱这新的课呢，是其实是第尾一道啦。所以到底来点声，还过了三礼拜了，三礼拜欢喜啊，免自信了。啊，会使飞来飞去啊，唔免受刑了。特别曼迪希望讲，你来买你款少 ，OK？ 买你款少，利用这个无 group 别滴的这一年，看你家己有台条收无，训练你家己，发教你家己。哦，参你会买拍剪，发教你会买。伊买做，你爱做；伊买做，你爱做。看你其实拍赢伊。哦，其实咱这条收刑就是看咱的心少拍赢啦。哦。要你来就有台条 overcome， 你来就有台条赢你的心，你就是 the real victors。到底咱的国家是来讲，到底咱妈巴拉有讲到一句话，就讲我人到底这个，到底这个战场啊，战场叫咩？到底这拍仗的点声有哦？烧钱啊，烧钱的时啊，我人有台条拍死几千人啊，都不当讲，这个不是真正 victor， 不是真正胜利者，不是真正赢啊，哦，真正赢啦。彼得啦，常常胜利者啦，就是我人有才调拍倒咱家己的心，有咧无好的心啊。这个也就是常常彼得，所以我学会就是爱做这个常常彼得咯，就是差人的心受拍，唔是差人家咯。赢了安怎？差人受拍，赢了安怎？要干嘛个了？啊，特别差人的心无想，哦，咱谈到好的干嘛？哦，啊，这个就是让人知啊。哦，所以后礼拜啊，后礼拜我三号、十号，我礼拜是无节省、无功课啦，我无讲经 ，OK。所以還有一個曼迪的這個早餐餐的午餐呢，是到底三號到十一號，三號到十一號，十一月九日，曼迪沒有在平壤，所有人不能來曼迪，所以曼迪會做早餐餐的午餐供應 ，OK？ 九日啦，三號到十一號，曼迪是二號吃飽的午餐，曼迪就出門咯，所以三號就無得了咯，哦，三號就無 breakfast and lunch，OK？、Okay? 對來的點餐呢是十一號是早起九點半啦。所以点将呢，曼迪本部安排 lunch， 我曼迪安排会有，到底外口买打包，曼迪到底出来凊彩食，应该真正带热嘛，有阵咩曼迪是半暝归队来有通困嘛，来早淡薄食 lunch， 早淡薄过再去困，哦，真正穿梭无 lunch， 哦，三号啊到十一号，所以十二号搁再 restart 啦 ，OK， 所以这个互相在后日个这个节目，所以对有的人会爱暑假休闲呢，听到曼迪无伫呢，较有加减嘛失望啦，而且觉得开心嘛。对我来说，我爱修行的，哇，拍手啊，好啊，问题无滴啊，是啊，唔知路人是安咪白等，所以咱后礼拜是过第尾一个课 ，OK， 无爱坐先的，后礼拜拄面，哦，爱行经的后礼拜过再拄面啦，所以后礼拜那是如果再无来课呢，安尼你一头好滴咧，等于一头好滴咧去啊，哦，免拄面了，等后礼拜 ，OK。稍微，哎，第错语 ，sorry， 刚刚是 lost my fullness。所以问题，这个早餐餐的午餐果是上啊，七点半到十一，餐十一点到二啦，哦，直到到二号，到二号 ，OK。所以来做单啊，会使欢迎人其实来做工会使啦。哦，所以这个语言呢，本是看路人会要珍惜，不要珍惜咯。路人会要珍惜，路人来做一道，路会好过嘛，加分加一道会来力咯。磨刀嘛，加磨刀来咯，减做嘛，减来咯。这个了是看你家己发心 ，OK。所以你后回做去接做，有人是看你规律无规律去做这个单啊 ，OK。到时有累，你嘛会欢喜哦。平时你会说话咯，到时做去接时，你咪头头剃剃，咪怪地讲无目睭，咪怪地讲无帮助你啊。这是你家己无做这个布施嘛。所以这个道理咱学回来真清楚 ，OK。所以来咱来白白念这个诗句，交俾咱来白白下愿忏悔向，所以咱来白白念。事已过，命亦随减，如少随意，斯有何乐？毗达弥达曼萨瓦南阿萨瓦迦耶瓦诃诃多，以我闻法之功德，使我灭除心中诸烦恼。毗达弥帕瓦南帝巴那萨巴迦耶瓦诃多，以我禅修之功德，使我证得涅槃得安乐。
Itami silang magapala nyana sabai jayo hoto 以我受戒之功德，使我获得道果的智慧。 Itami punyang asavakaya vahang hoto 以我一切善行之功德，使我获得大自在。 Jiradita dosadamo kami hundo sagarava sabibi sata 认证法主，祝愿一切众生向法致敬。 Emina punya kamina mabibala samagabo satan samagabo hoto nyavadibana patiya 以我一切善行之行为，因我永远不以愚之人常意善之事知道彼正涅槃。 Imano punya bhagang sabasadanang dema 愿我们所得的功德回向于一切众生 Sabisada suki hondo 愿一切众生常住以安乐 Itami yadinang hodo suki ta hondo nyatayo Itano yadinang hodo suki ta hondo nyatayo Itambo yadinang hodo suki ta hondo nyatayo Itavata cha ameyi Sambhatam punya sambhatam Sabe deva sabe sata sabe bhuta Anubhadantu sabhasambhati siddhiya 以此获得积累积的功德，回向已父母亲属、完身亲属、冤亲债主、一切天神、一切众生、一切非见众生、一切圣物，应他们共同来分享我的功德，应他们永远欢喜这一切的成就。萨都萨都萨都，阿如来能来北北等你三波北部参行前，伊玛雅达玛诺达玛巴迪巴迪亚不达不揭弥。 礼敬佛陀，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等你拜。伊玛雅达玛诺达玛巴迪巴迪亚达玛不揭弥。礼敬达摩，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等你拜。伊玛雅达玛巴迪巴迪亚，三甘不揭弥。 礼敬僧伽，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等你拜。伊玛雅达玛诺达玛巴迪巴迪亚玛达毗多那不揭弥。礼敬父母，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等你拜。伊玛雅达玛诺达玛巴迪巴迪亚阿迦利亚那不揭弥。 礼敬导师，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等你拜。阿如来，曼德来坐好，如来坐路，阿如来坐好。萨比迪欧比巴赞多萨巴罗哥比那萨多玛德巴瓦万达拉哟，苏基迪迦尤哥巴瓦比瓦达那悉迪舍尼迦，摩达巴扎伊那扎达罗。 Dhamma-va-dhan-ti-an-yo-van-no-ay-su-khaṁ-bhālāṁ-bhāva-du-sāpa-māṅgāraṁ-rākhaṁ-du-sāpa-devata-sāpa-bhūtāṁ-no-pā-vena-sata-sati-bhāvan-to-de-bhāva-du-sāpa-māṅgāraṁ-rākhaṁ-du-sāpa-devata- สัพพะธัมมโนปาเวนะสัตตะสติปะวันโตเตปะวะตุสัพพะมังคะระระคันตุสัพพะเทวะตะสัพพะสังฆานุปาเวนะสัตตะสติปะวันโตเตอะลังกิเมเจเซงเกเจปะกอจิเป็นวิจิหะตะเกวัง everybody good night so long how they party spicy go to be